一位面包之上勇敢向前冲的小资女。我不是乞丐呀，我的目标就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上一个富二代，遇上正派潇洒富二代。我只想保证当乞丐呀，介绍男友。不同世界的两人与恋人未满的暧昧关系，能不能让他人财两得呢？我再说一次，不要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富二代啦！敬请锁定今天戏剧台，爱呀爱呀，我愿意。